我一会儿再发球的时候还是这个引拍，您把这个手腕往我这边拐，对，往我这边拐得这样去接。教练你好。你好。我今天的问题是，就是我正手位的右侧短下旋球、嗯、就老在这个位置我接不好、嗯、接完往往在这个位置没高，行，一百进攻我就没球了。我发一个您先接一下啊。对，再来再来啊，对，再来，对，您看啊，这个球您如果就是判断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啊，您如果想搓，对吧，判断不清楚的时候您肯定觉得搓是最保险的，对吧。您刚才那个搓我跟您说啊，它那个右侧旋嘛，它不是这样拐吗，对对吧，往您正手这样拐，您刚才这样去接，这个板型没有问题，但是你发力方向有问题，你往这边发力不行，你不能这样去发力，对，你这样的话您看刚才那球不全往这边跳还高吗，对吧。我教您啊，您这样，我一会儿再发球的时候您这样还是这个引拍下来的时候呢，您把这个手腕您看往我这边拐，对，往我这边拐得这样去接，对，然后往下，对，往我这个方向往下，您试一下啊，再往下，手起手的位置稍微再高一点，引拍起手位置再高一点，然后向下，对对，您看现在搓的有点保守，大胆的，大胆往下，嗯，对，大胆往下劈，对对对，向下劈，然后您看刚才那个不是出去了吗，您往下劈的时候肩膀这儿沉一下，球就不出界了，肩膀这样，你手使劲，肩膀向下沉，对，拿身体你也晃它一下，这样你晃它一下，对，身体往下啊，对对，身体向下啊，身体向下，对，很好，再来，对对，您身体感觉这样摆它一下，对对，这样我想去挑它那个球，嗯，我是不是还得是跟刚才那个一样，就是板子立？不用啊，你看你刚才那个球，你搓的时候你都能两边搓，挑的时候不能两边挑吗？可以，两边挑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你挑起来哪边难度大一点，挑直线挑斜线都行，只不过您在挑的时候可能要往斜线挑的时候要多手上多一点控制吧，怎么挑都是一样的。我试一下。嗯嗯，稍微来一下，对对，您挑这边，对对，这个是能感觉到那个旋转在板上的，对吧？对，我现在这次感觉到了。对，对，所以说其实您侧旋这种球接哪边不重要，主要是接的手法会有一点变化，哪儿都能接，您是两条线可以接，大胆放心接。